西施妹妹要介绍的是《红海行动》。本片是由林超贤执导，张译、海清、黄景瑜、杜江等人主演的现代化海军题材影片。索马里海域外，中国商船遭遇劫持，船员全数沦为阶下囚。蛟龙突击队沉着应对，潜入商船进行突袭，成功解救全部人质。返航途中，北中北部伊维亚共和国政局动荡，恐怖组织连同叛军攻入首都，当地华侨面临危险，海军战舰接到上级命令改变航向，前往执行撤侨任务。蛟龙突击队八人整装待发，时间紧迫，海军战舰及蛟龙突击队深入伊维亚，在恶劣的环境下，借助海陆等多种装备成功转移等候在码头的中国侨民，并在激烈的遭遇战之后营救了被恐怖分子追击的中国领事馆巴士。就在掩护华侨撤离之际，蛟龙突击队收到中国人质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消息，众人深感责任重大，义无反顾地再度展开营救行动。《战狼二》的票房神话一改主旋律电影市场热度低的局面，相似的故事模式，更强的明星阵容，更有中国海军的大力支持，登上中国军舰实景拍摄，如此高规格的制作让人十分期待呢。